就是他！啊！我爸欠了钱，我就会想到反击还款的，求他放过我吧。什么？你让我代替你？是，我爸非让我去那什么云海集团实习，我不想去，你替我去吧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替你去啊？据我所知，你爸还欠了不少外债吧？这张卡里有10万。爸，你怎么能让那个林叔叔女儿来我公司？啊！对不起，云海总。你就林雪吧，我知道你的脾气，但是既然来了我的公司，就得守我的规矩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那就是那个林雪吧，听说是个游手好闲的富二代，脾气特别差，还喜欢整人。这家伙在这里名声这么臭，难怪他想找人替他过来。不是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么重要的文件都弄没了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，电脑刚刚突然死机了。要不你来看一下能不能恢复文件？我哪会啊，下午客户就要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要不让我来试试。你可以。好了，文件恢复了。我去，谢谢你啊。小事儿。对不起啊，那天我那么说你。哎、没事儿，别放在心上。雪儿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这一家怎么跟传说中的有点不一样？你还走不好了，花花丢了。什么？花花，你想对花花干嘛？海总，你误会了，刚才花花跑出公司，差点被车撞，是雪儿救了她，还受了伤呢。对不起啊，误会你了。没事，云海总，我也养猫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他好像也不像别人说的那么讨厌。喂，哥，救我！无路可跑了吧？赶紧把人交出来！啊！愣着干嘛？快跑啊！跑不掉了吧？坏我好事儿！今天我就要你好看！啊！啊！疼！我错了！滚！谢谢你啊，云海总。你刚刚救了我妹妹，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走吧，我请你吃饭。云海总，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的共同爱好。不在公司，叫我云海就行了。来，喝一杯。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云海，你打电话叫我过来干嘛？雪儿，经过2个月的相处，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你了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我不愿意。